是喜欢这些艺文活动，或是你所会接触到的人，那些不是你所喜。一般来说，你知道我们这种比较小众的音乐是比较是专业，或是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可能是一般大众都会。必须要还是要坚持你的艺术，但同时你要考虑到一个团队的合作，一个政府大家一起帮忙，所以很特别的经验，非常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对不对？哦，当然。比起你自己办一场音乐会，对校长兼壮中揽下所有的事物，对，就是所有的东西是一个很新的尝试，然后很值得所有音乐家经过这样的历练。是在淡水红毛城参与的古今音乐会，那是一个元旦的新年音乐会。在升旗，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音乐会的活动这样。那其他的话，还有因为音乐的特展在十三行博物馆，那就因为这个特展呢，所以有其他相关的音乐会活动，那我们刚好也受邀了。所以月结束也是，新北市文化局邀请我们跟那个很荣幸跟知名的乐评家林采韵老师一起合作那个新北音乐沙龙。他那个主题叫做室内乐中的角色扮演，然后就让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观众一起分享，说我们成立我们的室内乐，然后我们的经营理念跟选曲方向，还有一些我们排练的一些小趣事。